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哎，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哎，今仔真欢喜哦，来大家来分享吼、哦，今仔课程哦。头先咱来介绍咱第二本帝国大皇帝吼，这咱的家长吼、哦，啊这。皇帝甲皇后吼，啊，咱对外称呼吼，一般大家拢会叫日本天皇吼、哦，日本天皇，但迄是咱官网吼，咱对外吼、哦、大家方便去看。但是咱啊讲对一般人，咱咧介绍咱的时候，咱会记得伊就哪参像咱厝内底四大人，基本上是咱厝内底四大人吼、哦，咱爱会记得哪参像咱家己爸爸妈妈，咱袂用个。直接称呼伊个名嘛吼，啊我这人讲诶，你是王个后生，啊对啊，我是这王个啊，啊恁妈妈李梅嘛，啊对李梅，袂用个哦，讲这阮爸爸，啊这阮妈妈，好啊咱但是同款，那么称呼因两个，金上陛下，金上陛下，吼，那咧称呼是，吼啊一挂基本的礼节吼，大家后续再来看吼。好，今日题目，好，台湾发力，发力台湾。啊，我本人叫做温清志，好，我出世伫昭和47年，台湾民政府初级班是第13期，行政班是第1届，吼，多多指教。好，大家拢听有台湾话嘛，吼，好 ，OK。前头介绍吼，面见金上陛下的词语，吼，词语的意思就是礼节，吼。这是去年吼12月23，吼去接受的一个镜头，吼咱台湾民政府为啥徛伫头前？因为咱是臣民，台日本帝国的内底臣民，吼啊因日本国是国民，因为基本上因的基本法宪法是和平宪法，吼甲咱的宪法搁伫地哦，是民治宪法。为啥？因为大皇帝搁伫地。国体搁伫地吼，足重要一个观念吼。记着咱的大皇帝吼，基本上的礼节就是安尼吼，鞠躬、手打好，啊穿衫穿好济，脚袂安尼露出来吼。咱看每一个吼，你的态度决定你的身份水准吼，这是迄个丹麦王族吼，然后过去吼，这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吼、哦，看到咱的大皇帝，吼、哦，这习近平，看在吼、哦，有礼节无？佮看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吼、哦，这拢看到，穿衫嘛爱足重点吼，爱、哦、穿裙，这是迄个卡洛琳甘乃迪的太太吼，伊、哦、看大皇帝时阵，吼、哦，吼、哦，大家拢爱穿衫注意。好，这是适当的衫，你穿唔到，我莫穿短裙，爱记得。好，世界元首会议的说明，好，咱的金上陛下是全世界元首各国元首内底是阶官上阶，吼，伊个阶，迄个阶层是上悬的吼，是皇帝，吼，过来法王，过来国王。大统领甲首领，吼、哦，我这相片是照迄个世界阶级来排吼、哦。咱的大皇帝金上陛下过来是啥？罗马教宗大于等于，该赞，小夸比较悬吼、哦，比罗马教宗小较悬，但是大于等于，所以别过来是啥？英国女王，
过来上奥巴马，过来，安倍首相，哦，啊，习近平伫底，共阮伫即搭，啊，伊看到咱的金上陛下，敢会用握手？袂用的哦，袂用啊，这无合礼节哦，哦。哦，你看奥巴马先生，鞠躬，啊，就是讲想讲，反正手伸起来嘛，手矮，但是有鞠躬，哦，无礼貌。中国总书记无法鞠躬，你会用个跪嘞啊？无见你无法度鞠躬，你会用个跪嘞，像安尼，哦。本土台湾人的忠烈祠一对，伫内湖吗？伫天母。树林不是哦，在这好，等于本帝国的靖国神社，这是咱本土台湾人的忠烈祠。为啥咧讲呢？因为内底有39,100名的本土台湾人，包括高山族。哦，啊，正港的名叫做佛摩神。哦，这是正港台湾的名。啊，为啥叫台湾？因为咱即下是去用占领战败的国家的台湾岛面顶，这个名。是美国赋予的，所以咱基本上目前全世界拢叫咱台湾。其实咱正个名字叫福尔摩沙，哦，永戴宪灯，永远拢甲因地顶宪灯吼，战末马未临，连马嘛有呢，做一摆吼，军犬，好，过来哥魂塔，连婚家嘛有。母之像，迄意义的母亲是战士伟大的后盾，有妈妈伫后壁。咱的伟大的女性哦，伫咧后壁做后盾，所以基本上咱做。证书叫我到底真善哦，为国家来奉献哦。来，这个千岛院的一个特别的新闻哦，美国的国务卿甲国防部长吼、哦、去参访千岛院，千岛院就是甲头下咱看的靖国神社是同款的。吼、哦，伊这个新闻的意义伫对啊，这发生伫对啊。去年的10月13日，哦，格林威治时间是9:01。哦，伊这個意思是讲，美国甲大日本帝国已经做好解啊，有意思要甲大日本帝国做好解，因为咱大日本帝国无像以早哦，因为以早迄个是因为去用殖民军啊在选择，哦，大日本帝国现况是日之丸的颜色是红豆色，哦，日本国的国旗是鲜红色。颜色跟国体大不相同，因为和平宪法改制明治宪法，更改呢，它改了第4条跟第9条的宪法条文，所以和平宪法跟明治宪法不一样。这根本宪法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那个根本宪法，它只要宪法不一样，国体就不一样哦。为何说大日本帝国国体仍然存在？因为万世一系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永远存在哈、哦，这是。日皇旗，全世界的名称叫日皇旗哈。再、哦、看这张旗啊，就是咱的白霞出来啊，吼、哦，做甲大家见面。啊，这拢常常伫迄个皇帝车头前，军舰嘛有吼、哦。咱刚坐来检视无正常的政治台湾现状。请问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真正知影家己是谁吗？你要证明你的身份。请问各位要安怎证明自己的身份？识别证，识别证我093的，无都证明。要安怎证明？身份证嘛吼。啊，搁请问你吼，你是公民还是国民？哦，这个是洪仲秋迄个案件，伫脸书成立的一个团体，最近吼，因有一个活动叫啥？晋级的公民。哦，咱看下这就爱微笑啊！为什么是对啊？反映在后边，再甲大家做说明哦。伊叫啥？公民1985行动联盟，有偌济
坐本土单人，还佫毋知影去遐二战的有几个呀？17万呢？嘿啊，遮个人也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走台湾人走出头天啊哩，啊哪会去饲啊饲战呢？吼、哦，啥物叫做台湾身份证？电视台、新闻媒体，包括周遭亲朋，戚玉云讲的是台湾身份证是毋是一张？因讲的嘛，吼、哦，啊，咱也看一下吼、哦，你是毋是有认真详细甲看过？包括国民，吼、哦，伊面顶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那台湾我都无看台湾的，哎呀，白纸黑字，咱全世界就是遵守的，就讲你的证件白纸黑字，面顶写啥就是啥，咱袂用甲改变，吼、哦，咱莫看到剧本跳剧本，咱爱啥？每一个人就是教法律，就是讲，咱按照剧本吼、哦、照稿念就对啊。吼、哦，面顶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国民嘛。吼、哦，所以国民来讲就是国民，这张身份证就是国民。本土台湾人现状是啥？经过中国流亡政府，伊个正确个名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吼、哦，即间强灭。差不多要69年吼，迷幻毒化教育了后的通病，白纸黑字无要详细看，这样毒化教育啊，凊彩啦，准会过啊，哦，拢无要注意看，所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爱看清楚，莫阁骗骗啊，吼、哦，莫阁去用骗啊，放大镜啊，还要看吼，无、哦、中毒。昨咱有上过解毒嘛，啊，所以要注意吼，昨、哦、个解毒的工具。非常实用，吼、哦，非常实用。咱就是讲爱摕出来用，随时来检查，吼、哦。这张因的身份证，因的啦，吼、哦，吼，因的身份证是伊的法律的效力伫底啊，甲居留证是同款的，国民甲居留证是同款的。因为伫美国伊的绿卡，甲因内底正式的公民的身份是无同的，同款在世界中通用，吼、哦。持有该证的本土他人，即个甲菲佣太老是同等的，同款啊。譬如即个讲是同款，甲太老、甲菲佣、甲外劳同款啊。吼、哦，是啥？免做兵啊，证件单位必须保障持证人的公平甲正义。吼、哦，这两点，咱啊等下慢慢检视吼。吼、哦，咱啊甲看下嘛，伊摕居留证的人，会敢有参加投票？菲佣敢有参加投票？太老敢有参加投票？搁在工地做诶，外国来诶，侪侪朋友伊摕一张，伊敢有参加投票？讲去参选无啊？喏，吼、哦，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同款状况之下，那发现摕即个颠倒去参加做兵、参加选举、参加防选诶，敢有正常？无正常啊！正常。曾经使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竟然是居留证性质的识别证，甲这张有啥差别？我入来我换，我感觉大门入来摕证件去换的，吼、哦！你绝对唔知的大秘密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背后右上角向做记号，持有使用者理所当然爱做啥？中国难民的奴隶，只敢向叠69年啊！过一年满70年吼，台湾第一当局唔敢甲你讲的真相，吼、哦，这三组，这是网络上迄人的好心的讲啊，这张拍无的要安怎？啊，伊甲伊讲有三组的号码，吼、哦，身份证号码大家拢背起来，凊彩背拢背起来，吼、哦，迄组号码是美军留落来管理本土单人的号码，所以咱台湾民政府为啥用这组？身份证号码赶快起来用，因为那是美军管理台湾人的号码，咱沿用合法、合情、合理、哦、但是伊这两组都足奇怪，尤其是这组，吼、哦，伊这组是啥？空白身份证流水号，吼、哦，我手这张是我家己的，这张我已经等咧箱内底无会用，伊是因为我今日爱来上课，所以我起来爱做教材，吼、哦。这张我无会用，我出门我唔捌咧扎这，包括因的驾照、甲迄个行照，我拢无咧扎，我敢扎我一张尔。晶片身份证，
吼、哦，我出门拢敢扎一张尔，一张，尻川这后壁背后这张吼，而且写母亲栏的部分面顶，吼、哦，大家有扎转去，无扎转去你家看卖啊，你啊照光，吼、哦，伊有一个像刻迄个号码仪啊，吼、哦，也有一排字，头前00、01、02甲。头要是刷落来，甲18，即头前前两个号码，伊有多法度去问每一个申请你家己的福利嘛？我要争取福利，还是得到啥物银行特别的贷款？吼、哦，会讲申请先较少的，会起起来讲啊。但是秘密因知啊，但是美国，这是美国甲阮讲的，吼、哦，把台湾民政府讲的，啊，即透过秘书长甲阮讲的即个大秘密，但后壁。佮甲大家做详细讲吼，所以讲这张身份证基本上一开始就是对咱族群对立啊，吼、哦。会当分辨你是台湾奴隶啊，中国 VIP 啊，吼、哦。啊，这第三组是镭射胶膜的编号，吼、哦，这三个是一组的。既然是国民，为啥要做兵参加投票？普世价值甲国际基本常识来讲，公民才会当参与做兵甲投票。哦，你看，种做玩弄兵，哦，讲讲啊，大家拢做过，我家己嘛去做啊，哦。洪仲秋的事件，看到这个 ROC 的兵役法，因为兵役法足趣味的吼，咱、哦、看到第一章的第一条，中华民国男子，中华民国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的义务，啊，无写公民，应该正常写，应该写中华民国公民啦，那写男子。哦，这兵役法应该滴个吼，网络拢看会到。好、哦，这王子、水书，好、哦，这是迄个澳洲的中立国。哦，这兵役法内容伊内底写啥？水书公民伫年满20至60岁所应做的迄个兵役义务分做三阶段。足奇怪的是因家己做的哦。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伫。1983年，秦修好做诶，瑞士军事制度，哦，很特别哦。你不禁会问，中华民国为何不发行公民身份证？为什么？即几讲啊，咱上诶课，咱小想哦，为什么他不发行公民身份证？有关系吼、哦。原因足简单咧，因为台湾朋友毋是中华民国诶领土。如果中华民国要发行公民身份证，必须。登记对中国的领土，这地吼、哦、老母鸡嘛，这两地我特别去遐查出来，顶一期我无查吼、哦，我特别甲查下吼，金门甲马祖同款是因的土地，唔是台湾，嘛唔是大日本帝国，吼、哦，这自古以来都是属于迄边的，法律来讲啊吼、哦，根据国际法规定，占领不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这两点足有力的。哦，1949年10月7日了后，中华民国的定义，美国对于恐怖组织的定义：第一，不是国家；第二，拥有武器；第三，是个精兵。哦，中国武装人民是当今上大的国际恐怖组织，应该够奇啊！哦，这恶毒的，这上怕的哦。啊！而且面顶迄个票啊，拢叫人挽掉啊，像一只老虎，迄喙齿叫人挽掉吼，也无法嘞。啊！而且港管有嘛，但是因袂当出海，因遐出海啊，无挂美国国旗，会去用全世界青菜海盗国家等于甲歼灭啊！吼、哦，甲奥巴马是港管的地位吼。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官不让的判决，吼、哦，原告。Roger C.S. Lin， 这案号吼，这个案件有一个编号吼，0850078吼，或者是2008年九月吼，啊，迄、这个是2009年4月7日，这英语吼，这五点的判决，希望各位学员同心一起来记的吼。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仍处于政治领域内底吼，啊，台湾仍然伫美军军事占领中。美国行政单位应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哦，这有几个关键语是做伫对啦。本土台湾人的英语啥 ？The people of Taiwan。这 of 的意思是啥？委托他发起来，
物件为土壳发起来生出来，土生土长的，才用用 of 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的，连外劳连菲佣伊嘛用叫 the people on Taiwan， 人只要入来台湾，伊就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 放在面顶，哦，放在面顶的叫做用 on， 所以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是代表啥？本土台湾人。第五点吼，你也看伊是协助啥？是协助本土台湾人的需求嘛？还是协助台湾人需求？诉求不是哦，是协助原告哦，原告以上 ，Roger C.S. 林加228的本土台湾人哦。啊，等下看第三点政治联合哦，后小再来说说明哈。这个、关于秘书长林志坚博士控美案的文件资料，详细诉讼的专门伫遮。台湾最终地位第三级哈，伊、哦、的第772页啊，哈、哦，这内底拢有写啊，哈、哦，就08/5078，同款，到头仔我拍的同款，只不过我甲内容，哦，重点的部分用中文甲写出来，哈、哦，773页啊，同款内底，哈、哦，同款。08/5078同款，吼、哦。啥物叫政治联合？如果你阁想要互继续互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压榨，因起因就是你阁咧领选票，严肃，即张啊，你只要领起来甲断落，不管你有断无断，伊拢赢。吼、哦，政治联合真相，头仔迄五个判断内底，啥物叫政治联合？第一，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吼、哦，阁无国籍。结果你去领因的物件，因的证件、因的识别证，吼、哦，然后接受因的管通知，然后去用欺负啊！你甲全世界安怎呼喊要求公平甲正义，迄是无效的，因为你欢喜甘愿，你登迄张票，家己欢喜，吼、哦，搁炸因啊去登，吼、哦，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战败投降的大日本国臣民，吼、哦，第二欺俗。支持甲效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你都会陷入啥政治联合？吼、哦，只要你参加因的选举任何的活动，你都会继续生活伫水深火热的奴隶生活。管理内底，逐工嘛好，哦，咱新闻拢看会到，哦，拢在跪底啊，要求公平啊正义，敢有法度？永远做袂到，哦。如何扭转政治炼狱束缚？哦，自心诚恳承认我们是战败国、大日本国臣民，广为宣导本土台湾人申办台湾政府身份证。这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有一个重大意义伫对啦，会当证明咱正港是伫美军军事占领下的土地中顶管本土台湾人，会当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你是伫占领地。你若领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无法度证明，因为看拢中国人，全部拢中国人。中国人留在哪只？伊当然美国有管理啊。我看不到本土台湾人啊。哦，你们公平正义，我也可以一笔带过，我就一直用台湾关系法继续给你们有的没的哈、哦。然后对大日本国大皇帝陛下忠诚顺服，在咱的家长咱是大人，咱当然爱对好着。哦，这终极的效忠。哦，而且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但是对于啥有暂时效忠，咱爱听伊话，因为是伊占领咱嘛，咱爱甲伊配合。伊讲啥，咱都爱甲伊配合，因为伊根据法律，伊执行法律的任何动作，拢照法律来。咱听话，咱照法理来，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对正常化。哦，足重要一点。哦，第四点就是讲咱爱迄个啥。遵守奉行台湾法理，促进台湾国际地位的正常化。哦、第五，展现法理台湾人的素质，让世界重新认识台湾。哦，让他修缓。哦，中华民国的宪法简介。哦，伊这内底就是讲，伊这吼，伊这宪法，伊是那当时1912年到1949年，墓碑啊，建筑伫南京、蒙古啊，结果这套。不是在因国家土地上，结果起来台湾，哦，这世界级的笑话。政治联合涵盖范围吼，那看吼，这拢是以政治联合内底活动的团体吼，明显用各种手段
要甲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以台湾名义就地合法，严重延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间。我相信在岛民顶，大家拢熟悉。哦，尤其即、這个西门町拢只敢菜鸡啊，都啊徛吼，徛到即马个共款嘛咧徛。哦，啊，行动啊，这怎看拢知吼？即个鸡吼，伫马英九伊顶下咧宣誓吼，讲伊要做总统迄天。挂伫总统府内底壁迄张，对，即张，吼、哦，这是当初在日本帝国迄时民众党蒋渭水伊甲杀来用，吼、哦，这是无效的，吼、哦，后小弟来讲为啥会无效？足惊讶对，当今最大的恐怖组织中华民国武装难民，甲伊的共犯甲附庸，最可恶是一个唱白调，其他就唱反调，全部的目的就是在维护。中华民国武装难民继续奴役台湾，哦，回想一下，过去竟然愚昧的支持他们，你愿意一错再错，祸延子子孙孙吗？哦，想一下，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检验消失的中华民国，了解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背景。哦，这是建构台湾完整主权的三位陛下，哦，他依据什么？万国公法。哦，完全都照法理来哈、哦。明治大政昭和哈、哦，然后呢，1895年《马关条约》哈、哦，拥有台湾。那这一部分不是沉到海底哈、哦，等一下放大来看哈、哦。他花了7年征服 （conquest）， 他是因为有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哦，美国提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讯息给他用。一当初美国为西部拓荒的时阵，哦，伊就透过征服。就是万国公法加国际战争话题对的，伊透过武力征服嘛，征服伊无法到每一个部落，吼、哦、部落伊毋是国家，但是你武力征服他，通通顺服你的时阵，伊就用个纳入你的领土来对啊，吼、哦，好、哦、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1937年皇民化，说日本话取日本名，意义何在？伊就是希望伊只。行政命令落来，是政策落来，伊咧讲，包括伊写文字，咱大家每一个坐坐台湾的人会当看下捌，吼、哦，伊咧讲啥，咱我听有，较袂讲传输当中，等于讲文字还是消息咧传播的当中，会看无，有一个隔阂，吼、哦，推动行政的手续啊顺利，大家拢看有啊，一个国家就会当。进步起来，所以皇民化这个动作非常重要。所以当初下关条约订定了后，吼，伊藤博文伊就问明治陛下，问伊讲，咱摕这个钱吼，要去做啥较好？明治陛下讲哦，全部去摕去办教育。虽然在日本帝国当初经济无好，但是呐，教育比经济搁较重要。吼，这笔的。大笔大清帝国的迄个赔款，也全部摕去做教育，无发展经济，颠倒是安尼。在日本帝国短时间发展，变全世界上强的国家哦。第一太平洋战争之前上有名，亚洲唯一的强国哦。1945年4月1号之前所使用的纸币，跟1945年4月1号所用的纸币完全不一样哈。伊用的名称是台湾银行券哈。1945年4月1号所使用的纸币是啥？大日本银行纸币哈。所以无同哈，因为啥？伊在1941年4月初了，已经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的领土，因此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个意义吼，咱后续会等下来做用这个来反证中华民国伊个不正常的所在一对吼，因为银票袂用乌白印，吼，咱用这点来做证明，来做反证吼。啊，这個、官网，咱要去上网，咱要搜寻吼，任何搜寻，咱一定要写台湾民政府官网。哦，你才会当找到咱的官网，无你只要拍台湾民政府，你会走去保卫去。哦，台湾1945年4月1号行宪日之前，1942年所使用的台湾银行券。哦，咱看，它细细张啊，大家看无？我放较大张的，大家来看哈、哦。台湾银行券，哦，株式会社，个灯印啊，
哦，这是当时1942年，是新鲜日之前。哦，1945年4月1号新鲜日之后，哦，伊用的是啥？日本银行券，银行兑换券，哦，这就是银行，就是纸币啊，哈、哦。这张啊介绍啊，台湾五尊千元券正面图案，哦，以日本五尊千元券的原票，在钞票背面加盖红色字体，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八个大字，还有一枚代表总裁董事长的头取之印，哦，印章底下，哦，背面他是刚从内地，哦，内地不是那边啊，咱大部分都有内地对，对，起码。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为啥一百吼？空运来台，因应财政急需，随时加盖啊。所以缅甸有讲在抽章赶制，所以有时阵就是讲看会到讲啊，迄看会到迄是临时转去，所以有墨色不均、模糊不清的状况哦。这公告发行的日期哦，虽然是昭和17年1942年4月20日，但是实际流通是当时。昭和20年，西元1945年8月17日，哦，兴盛了后发行的哈。朝鲜1945年4月7日嘛使用这個，但是后来是啥，未正式发行，所以伊在后边让我打洞，哦，伊要准备要用啊，但是后来无发行，哦。这是遍布族群的分布图，分布图啦哈。为啥这边？那伊只教科书拢是讲这边奈拢无，那一只蚕一只虫伫遮，遮毋是沉落吼，遮是高山族的土地，哦，他们自古以来就这边。那这边是哪里？是平埔族的，跟高沙族的哈、哦。啊，这边是六个屯垦区哦，大清帝国的六个屯垦区，啊，伊只无法度啊，因为高沙族，咱知影就是高沙义勇军，哦，全世界上强的，日本。在日本帝国，伊个皇军伊开7年去甲征服，你看伊武力，武力看偌强。咱甲看大清帝国，伊只下皇军入去一下尔，规样无去啊。哦，所以武力来讲，咱就爱比较得啊。同样一个单位去对另外一个团体做战争的动作的时候，武力悬殊就知道了。打7年才打下来，大清帝国打多少？3天。哦，大日本太阳旗跟台湾彩虹桥，注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天空。哦，塞格特巴莱，这件代志有啥发生？因为台湾缅甸，哦，这个岛缅甸就是高沙族迄部分，大清帝国要甲割让吼，大日本帝国大封地的时阵，哦，两个封地之间的契约，伊甲这个所在高沙族的土地就是东半部一部分忽略啊。伊甲定本就是讲，啊，我把等于当人看，因就是种态度哦，化外之地，所以基本上伊也战败，大清帝国战败啊，规粒倒溜溜的人，因都无视于他们的存在，啊，因为感觉莫名其妙，赖雄雄，我的部落，我的祖先下来就是这样，啊，为什么突然出现一堆日本人拿着枪来占据我们的土地？哦，啊，伊就感觉诶奇怪，啊，就袂。开始就会改战争啊，吼！所以这塞格特巴莱，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因为因无向通知讲，因的所在向挂牛出去啊，哦，哦，这是迄个福尔摩沙岛的地图，哦，当时的迄个地图两边分啊足清楚，这个彩色的部分就是高沙族的土地，吼。哦，每一族拢足清楚的，巴塞、圭伦、塞夏、道卡斯，哦，咱迄个潘议长是伫遮吼，副主席马卡道主伫遮，哦，啊，在这边啊，高沙族的所在，吼，阿美、卑南、卢凯、台湾，还有亚美，哦，萨奇梅、莱亚，哈，朝鲜皇帝将领土管辖权永久让于。大日本国大皇帝及对接条约日韩并合条约当时1910年8月22号由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室内正义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全部统治权永久让与
日本大皇帝，且于1910年8月29号公告，哦，决定，哦，日韩并合条约。昭和陛下行见诏书，哈，这面顶咧，迄边啊要换到五，吼，迄个会用要等下看嘛，吼。昭和20年4月1号，内阁总理小矶国昭，哈，啊，伊内底外务大臣甲迄个大东亚大臣以上，崇光葵，就是签订那个投降书那个崇光葵，哈，在这边，他的名字在这边，哈。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大印在这边，好，伊在目前各个地带。好，因为阁去开放总统府的时阵，可能恁会去看这粒，这粒阁伫地，因嘛袂用个拍无，因为这个所在，这粒印啊，目前是悬置状态。哦，当未来伊往哪用个摕出来用，哦，这都要看美国总统甲咱的金上陛下从、哦、所做的协议。哦，这粒当时也当摕出来用。大日本国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是当时。1945年4月1号为大日本国新政令会计年度的开始，这是基本常识哦。但反观公元1945年12月25号，像愚人节，一部宪法在1949年都未崩啊，因是德王来加一部宪法会当伫台湾实施，讲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参照英国的宪法，可不可以在中国实施英国宪法？未用的哦，哦。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也英译啥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愚弄诈骗本土台湾的假节日，这是基本常识哦。甲咱升灯啊，搁去改甲咱改，哦，改来改去，本来是昭和20年诶，伊改改民国20年，伊都毋捌来过台湾，伊哪有法度伫台语本地个面顶制作一条桥，而且桥面顶搁写民国20年，哦，足奇怪，哦，去避谈。在巴平用安会用去避谈，甚至任何所在，尤其大咱讲的吼泰鲁阁的部分吼，哇！东西横贯公路1940年日本时代已经开通，假农民真难民只负责挂丢啊尾的剪彩。1940年就已经开通啊，吼相片都清楚的，吼，呀，起一个牌楼，开一台公车彩嘞，剪彩讲的引起的。哦，大家知影嘉南大郡是八田一一努力得来。那么，台湾主要城市基隆、台北、台中、台南水道计划是谁建设的？刘铭传吗？不是哦，是滨野弥四郎。哦，卫生公事调查报告书。哦，这是大日本帝国内地千叶县人曾任台湾总督府土木部技术技师。哈、哦。然后他是在那个明治29年1896年巴尔顿哈、哦，他受那个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邀请，来台湾担任卫生公事顾问，并也以助手身份同行来台担任土木部技师。明治32年1899年，巴尔顿在完成基隆水道建设案后因病返回，哦返回哪里？东京哈，滨野则留在台湾继续，上下水道的那个建设，期间长达多久？23年，哦，陆续完成基隆、台北、台中、台南等台湾主要都市的水道计划跟建设，哦，然后大正8年1919年离台到神户担任技师长，著名的技师八田雨一曾是他的部属。哦，八田一是他的部署。哦，这台湾水稻之父是滨野弥四郎。哈、哦，遭中国难民篡改的台北自来水博物馆，1896年，他们都年号给他写这样的。哈、哦，1896年怎么会是明前16年呢？哦，8月，台湾总督府特别聘请英国。威廉·巴尔顿来台，派遣总督府技师，我他介绍的吼，滨野弥四郎哦，进行全台卫生工程及台北自来水建设的调查工作。就我们讲吼，你我是否看见今天 Chinese Taipei 留下来的谎话？接着是上大的案例，哦，搁谈下迄个中横，哦，
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请巴尔顿先生来，东西的千国人唔知虾米个自来水系统，哦，还有个底底下哦，长达十数年的调查规划，1907年巴尔顿先生建议，在公馆观音山桥下新店溪畔引取水口，引取原水，在观音水观山山路设净水厂进行净水处理。哦，然后抽去观音山缅甸的配水池，借由重力方式自然流下，供应住户日常用水。1896年到1907年十几年的研究，才着手进行建设。台北市自来水处所公布的流民船挖古井，根本是睁眼说瞎话。哦，1908年取水口及统式建筑以及设备装置先行完成。1909年配水管、净水厂及配水池全面完工，净水厂开始供水，出水量2万吨哦，用水人口12万，命名为台北水源地漫绿厂哦，这东西基本的哈。从此，台北自来水开始迈入现代化的供水系统，像有咧用心建设台湾哦，台湾帝国总督府哦。高雄，哦，高雄全国拓殖时阵主要聚落一堆基腰，哦，就是今天旗津天后宫一带，不管是古山、盐城、前镇等区，都是大日本帝国用心治以后才出现的市街。哦，大日本帝国在收回台湾后进行三期的高雄主港工程，哦，然后就是让哈马星变成现代高雄最早的新市街，哦，一道。进行铁路铺设，哦，用蓄港挖出的泥土，把铁路沿线填满，哦，古山一带随着铁路开通渐渐繁荣起来，让哈马星跟古山成为大半个大日本帝国总督府经营下高雄最繁华的地区。你刚刚看这点就好啊，哦，看你是要做中华民国的人，做中国人，还是做大日本帝国高水准的生活，哦，你做选择就好啊，哦。我承认我是大日本帝国台湾的臣民，哦，我觉得我很 OK 啊，哦，好，哦，大日本国征兵施行准备文，那缅甸我写啊，台湾本岛人包含高沙族，哦，那昭和18年9月23号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哦，他不是罪人，他是根据国际战争法，因为用等于暗棍啊，整个大东亚战争的。主要的起因就是当初的一个大环境，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那个假的案件，哦，官方网站我们可以去看，去点来看他那个网站，他那个南京事件，他就是蒋介石跟毛泽东他们是同一个团体串联起来，要阻碍整个亚洲欧化的进度。为什么当初有那个？因为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协定。共同大东亚地区的维护维和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就是大日本帝国，哦，就是交给他的。所以当初他们知道他们中国里面内乱军阀割据，哦，包括所有的姐姐枪杆子出政权的，所以就是说交由大日本帝国皇军去维持秩序，哦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叫抹黑了，哦，叫抹黑了，就啊，大屠杀大日本帝国皇军啊，无规矩，规矩甲掐死算了，叮，再反击的宣战了，好，哦，这不得已的。台湾国际地位必须正常化，中华民国没有权利出卖台湾，哈，哦，这张卡好酷啦，对，重点，美国中情局1949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大日本国的领土，哦，这两部分，你现在有两个受降区。啊，这个牌坊上面为什么有美国国旗？哦，啊，两面钱币为什么这个没有拿来台湾用，这个却在台湾用？哦，玄机很多哈，哦。检验中国政府使用纸钞的法理，1937年使用中国银行纸币，仅在中国使用。这边啊，哦，26年，1937年，哦，中国银行这张来无起来台湾用。1946年为何使用台湾银行的纸钞？占领区使用的纸币不是中华民国，哦，台湾银行。
1946年就是35年哦，这因的毒啦，我无要中伊的毒哦。因为他是代理占领台湾，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再次强调。哦，大日本国台湾公会堂，第一在1945年10月25号一天，哦，公会堂外靠，这是台湾光复吗？不是哦，咱看在公会堂内底发生啥代志哈？受降典礼，哦，我相信第一天。秘书长甲大家做介绍吼，吼，这是英国国旗，吼，这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海军军旗，这是美国的星条旗，这是苏联的国旗，吼 ，OK， 那大家看嘛呀，吼，从公会堂外鬼牌坊看见谎言跟事实，吼，那看见缅甸的星条旗，吼，大家同心头啊，拢有领着美国国旗嘛，咱就对照看嘛，够感慨无？感慨挂伫缅甸。68年前的相片呢？迄意义伫对，哦，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分配占领权给谁？中华民国不是哦，蒋介石元帅。因为当初中国有三个政府，哦，有三个政府合法的政府是汪兆铭、汪精卫迄个政府，南京政府啊，很特别、很奇怪一点是啥？中华民国架杠的政府是对英国、美国宣战。都加一，这个叛军是对日本跟德国、意大利宣战，哦，所以后康一点垂意，哦，啊，毛泽东也是共产党，美国跟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哦，根据国际战争法定义，1945年10月25号是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是接受投降，你们定义该盖鬼哈，接受投降不是台湾光复。哦，而且这缅甸下中国战区，唔对吼，这不是战中国战区哦。1941年12月8号到1945年9月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从来没有到过台湾，哦，而且大日本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他在这里动手脚的意思就是他有计划性的要对本土台湾人做洗脑跟篡改的一个动作，从这里开始，鬼牌坊。眼睛、鼻子，哦，那么大的嘴巴，外面还派了卫兵守在这里，把台湾人全部吃进去，哦，政治炼狱的开端。1945年10月25号，为什么是政治炼狱开端？后面你就看到哈，白纸黑字，各国的国旗为什么蒋介石是海军军旗？哦，中国战区受降典礼，这敬谢给了，伊耶，哦，这是何应钦。占领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国旗、星条旗哈，啊，伊的教科书就奇怪吼，你要个看啊。1915年左右，中国教科书哈，正写个英家己的哈，中华民国国旗什么五色旗呢？几条呀？啊，中华民国的迄个海军军旗嘞，伫遮啊，即个啊，海军军旗，因为教科书缅甸就安尼搞哈，1915年。1912年建国嘛，因为建国，1915年到是到安尼海军军旗。